请讲师慈悲，前到一鞠躬，坤到一鞠躬，讲师好，讲师好，师兄您好，各位贤请坐，各位贤贤请坐下。我先感谢这边师的候选这个机会，请大家参加会后候选学习心得。今天我还会讲这个题目，就是有过世间的心的安度。那主要概念能讲是有够的，那你这个世间脾气是哪种可爱安度？当然有的人感觉讲比我全部真苦，起码我大家都真苦。不过那最后，那家己感觉就咱心内有苦的时阵，咱这个心内世间就是有苦的世间。那么咱来修道的希望，咱会当脱离这种有苦的世间。不过，咱是要咱去做，是修观法门，还是观观念，主要是咱修道的过程，咱得去了解嘛。这是今天我所要主要的当代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一样。好啊，第一点，我建议就是临终归谢，上课不如先来骗。等咱是讲咱当咱有游客的时阵，等咱是因此退休啊。啊，除了为这是做危险的，做破的。啊，咱来在上咱心内，当我这个心情做爆、做不顺、做大爆的时阵，是咱怎会咧受咱的辛苦的这八折？我这就是那种叫过咧喊的感觉。不菩萨是看着人世间的众生哦，拢惊啊惊，充满一些烦恼、忧苦，所以他有会变。这种比来比物，但他所讲咱即马是这人世间的真，其实咱活这世间，平常时啊有忧苦，话比咱有忧苦，咱就咱是做因果会修来的，把事情来听的，咱是其实是种不一样，种大苦的事。啊，唔过当咱有感觉到咱足有苦的时阵，烦恼唔变的时阵，咱讲产生一种观念，是想要出离这个苦海，想法。咱是不是有一个观念，想要去追求，要解决这个苦海的种方法？那就真正把咱想，我先做痛苦啊，做烦恼呢，啊，有什么方法会当我这痛苦啦消失？啊，不然阳光梦，我因为是哦，发现这种苦海，当然咱来修道，就是要来了解这种事情啊，会当体会到这种解决苦的这种问题。啊，我咧想，对过去的这些年，过去的几年以来，就感觉有感觉三叫烦恼，三叫痛苦，三叫忧愁。啊，老人想要去找这种解决这个烦恼忧愁的方法。不过过去的人二十岁以前有很多人想咱的苦在哪里，因为过去的人他善解有其他办法，所以有很多苦的很多痛苦，就是因为善解的关系。要吃些草料水果，要吃些什么东西，所以他们的痛苦的起源就是这个有这个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个痛苦，他就是说他就用可靠的东西，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是较有诶，才会食较好。本来细个，咱来挂，比如挂五千斤的牛肉，我这边用可怕的方式来解决。起码咱收两万斤的牛肉，我咧想，大家就收就较好啦，而且又较好。当我自己跑好，就是我就比较痛苦。有做个老婆在这里，咱自己那时代，咱是少的时，那你怎么讲？咱不够好嘞，无啥子啊？哦，阿弥陀佛，是受困，一直咧感觉痛苦啊，这个无钱无。渐渐，咱有法度年纪较大，你有赚着钱，慢慢的，咱会感觉讲，我是差不多赚钱啊，生活好过，是不是？就是因为生活好过，就那么痛苦啊？是因为过得好，就还能解决着创造善解这个问题，哪想嘛？那我们受益啊，咱来做长久，起码你能一世纪啊，可他是行得善，但是养了痛苦了，痛苦了，你说。比如说，如果现在这两个人十二个人口，有十二个人口，伊是刚收开的，就超过一块美金啦。这一块美金，差不多台湾是有三十五块不到。你想，若是刚好咱用一美金、一块美金来过日子就好啦。
我一天数字也会使超过35元，安尼咱有可能。如果这种人算说了12亿咯，因为五个人就是像这种款的人。可我这里发现，看到有遮侪人较善计啊。第二点，有10亿的人口，伊遮个水吼，无经过处理，海水水。像印度啊，遐善计啊，大只政策看边啊，伊那水就是水到去钓来就去啉啊，还是消化利益就去啉啊，遐个咱干嘛吃？就去干吃，而且人家有啥物辛苦了，我先是。第三种，哦，有20亿的人，伊破病的时阵。两点钟来，我就到人病院。我这人破病，我去找因病院吼。两点钟来的车就去找得到。有20亿的这种款的人吼，咱你把话都怪人病，咱住院啊，隔壁做着病院啊，对不对？结果这个世界上有20亿的人，伊破病，2点钟来找得到任何一间的病院，安尼是真可怜。可他这么赞啊！就是这样好啦，因人咧定义情绪化这个病，拢变多个。个一个数字就是讲，今年一家全世界差不多有40000个人，枵气的原因加枵气的原因，无通食。一家哦，全世界有40000个人，因为无通食枵气枵死，啊，营养不良死。所以咧，话你咧台湾，那你看到枵气是啥物事？如果你到做个赛事，好办。我话要死的，不过呀，一天就40000人啊，不错哟吼，咱来看。所以，何老师，你请你发单，善解好贷款，人的痛苦如何好贷款，那就好。啊，现在你发财的母亲，现在你喝呀，什么人喝汤？喝呀，国家喝汤，我比国家喝起来，啊那个，咱国家喝起来吼，啊，我就是善解那个。印度加三加哈，孟加拉加三加，阿拉伯就准备建起来，那个嘛三加，哎，听讲是刚讲是邓文，还是邓文加啥物？用许米拉布、米布、雕雕、石雕，阿在咧讲，那就是一间土地啊。阿你讲阿吃偌济？吃3个汤匙啊，两分钟，两分钟，哎，准备建起无汤吃就是啊。你有听讲新闻讲，那无汤吃啊哈？用许绿红花悄悄的。哎，我来来电动锅的炒阿饼，炒出来那红色饼叫做土饼，吃土的饼，嘛是过日子。后边人嘛，这种土的饼买无咧，大家就看到足侪人死，这个锅叫做海饼。最近嘛，这个冻冻的问题很闹，啊冻啊，少的都因为小出乱，为难无人接。当这个现金做的再加来时，哦，迄个世间是啥？世间的世间。咱拢无迄个痛苦，迄个结果出着，所以咱就感觉咱做痛苦，怕出着，无咱就听。那个咱这还50年前的笑话，你知好不？咱来反正见面的来，结束的来，什么病来、苦来、死痛来，这个辛苦，这个结束来，其实各方方法都把它解决，可以发展。好、哦，所以好，你来做。你想啊，可怕的话，这个欧亚国家现在拢无分名嘞，是不是？欧亚国家哦，放了因就拢无入库的分名，其实无影。再来研究哦，如果欧亚国家因心理上的病，哦，问题就愈来愈严重，足侪人活得无快乐，伊内心啊充满着失感、感恐惧感。那好吧，来帮我画一幅啊！咱台湾这50年啦，以上下现在怎么行好呀？我想咱这做好起来，会是好，你一人过来行好呢？像这摆情形，病愈来愈多哈，因为一个人愈来愈多，啊，你现在不说啊，国说一年啊，你就大家有三个升学主义，啥怎样可以讲呢？你说来的，反正大家互道说的对啊，每家都袂使，爸爸妈妈的年金、儿童年金、班财、一班上、一班到一班。虽然咱拢无产生吼，较大块个老板吼，我有他同个车，有够好个。未来伊来讲，有够好个，我比现在较上层层，较好些。那就是未来伊来讲，讲个内容，是想来到上早第二个块，他较破破个。古人咱来讲，咱是用做破破个，是不叫咱去产生，咱去产。
他。大家看话题，刚刚首先都通过了，你再说这个话题，我不爱话题。啊，你哪好报告？有没有报销费？有小孩就报告报告，话题看看有通过啊。你哪个话题你应该报？你也小孩会话题，你话题也通过。啊，你看这个通过啊，这个还通过。哦，就是你大概咯。你哪个那些特色啊？他们因为贵到病，你办到他差劳力。哎，阿弥陀佛，你是。对，你哪个呢？阿弥陀佛，来特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特色。我这是到病办到他，跟着见法官照料病特色。这就是病到嘛。伊那是个正常的，伊有啦，伊干嘛特色？啊，这家办的是伊干嘛？生病换钱，那就是咱的运气。啊，好热好高，伊有足多年有啊，伊个半价就两千，唔够伊半价一下，心理，因为咱们变下钱，咱们变做唔下钱，不如去做个心理，咱们的希望变下去无用，唔够虽然真无用，但唔够咱生命好了吗？无，其实咱的心理上足多贪欲，足多孤单，足多挫折，用这个观音。观想这种念头啊，愈来愈多时，咱的心理就产生那种破病性的状态。啊，这是可以好啊，运作可以发心的动作。对，啊，所以渴望到去哪里来修行啊？现在你再来渴望，你们我可以后拜啊，对啊，他说你们我可以后拜啊，依然话，你们有可能，但是嘛是拢是可能。所以人家这个大学到平时这两天是怎样渴望？拢是靠大运动量的健康，每一种世代人拢有依靠，所以就得菩萨挂众生的一种情况。问题，咱凡是靠世代，现在嘛依靠，咱搞了几万个靠，咱哪能用？这不你可以到他里面去世间啊？我给你安住一处个靠，我要求，我爱那，我靠我心中，咱俩来处理。下一一般的靠近脑力参与相同病理的方式你都那参与你的病理能够带上来相信我的我想说我的修道士我觉得这个修理的朋友啊你做出来你妈妈你做出来的心能够帮修理你的心你爸爸的还不聪明个人妈妈洗衣干修理干而且走了啊阿是唔来听，阿我都多杀了，我杀刚好刚好过年纪，无好过年纪。我这个妈妈之前都真不起，伊个家里边赚钱，阿我做咩把子啊？是个啊，做小工看袂着对啦。阿个做做哪一年还是真难听啊？阿平时这个小嘛，都担心个，当阿妈妈真听话。而且来伊妈妈虽然无听伊说，伊足乖卡。唔要真乖卡，伊那个慢慢过。我告诉妈妈好娶个男朋友的嘛听听你等下妈妈又娶个男朋友甚至呢本来都可以我到家里把这个阿姐娶到那里出来这个小人心理上才是变化他妈妈跟妈妈开始安慰他为因信息的爸爸跟他做不够大他是你妈妈你爸爸是我不会带的妈妈那变成一个那是这么这么骗你妈妈，做小的妈妈，唔过现在的妈妈想，我实在前段时间都辛苦，这个查甫真关心我，伊个愿意提供经济吼，给我囡仔日子过得好过。啊，这个时阵，咱到了关于这个妈妈要继续好哦，应该是，唔过这个小路，伊无爱接受妈妈已经到第二个人面前去啊。所以大家也欢迎妈妈来呀，就来跟来到你家，移动起来边跑步，干嘛？甚至一个跨行来单子，冲来单子，跟妈妈刚才就去找，不过你妈妈不挣扎，刚刚记得把这找到搞好，那么搞好，一级的超过了，还能进，实在没进这两个金蛋，如果是我来嘛，如果不困难，所以你们那帮妈妈把这痛苦的，走掉把这痛苦的，有一家好。这个小路，我正来到你家访问，看到也是咱你妈妈对我也真亲密。伊我一个母女不离开，当着个妈，你阿姐应该麻烦你，人生太多做啦，然后不讲。
没这样的。夺门而出，和你家是造。这个你家是造，你就靠后，你不是夺门而出嘛？后边给你员工们发火。你的你家是造，哎，这么皮，我只进我这里，进了厨房，一家拉温暖，一点温暖都没有。好，今早又修了一个，他给腿也好给腰。那你们后边就管，我一管上上上。第一天说你不要管，他拉温暖来就行。做了安全的很多的，有一段时间收的，就是管他。啊，四月来比六月底，他们管他对啊，实际上为了安全好啊，翘家。有提升量的干扰，给你广告啊，快点的效应给他播，那就对一点外话。这个是修武道秀几年，他是认识了三生命中第一个男朋友，你充满苦闷。后来很忧虑的心理之下，他开始觉得有个男生可以跟他关系真好，也把这个查某给交往。这个月的查某给伊出门，看伊做国秀，啊，到中年真好钱的话，作假来跟伊发生关系。结果这个小人吼，我做了愈来愈大了。当他做愈大了，伊感觉这个查某愈来愈大个款，有一家伊就去来争。跟我们一个男朋友呢，到你找钱去，他的女朋友，新的女朋友，我一直手机，把我的男男朋友还给，还给不了，也是透过，请老师给他还，他们的面刀，你可把这面刀收回去，他男朋友啊，也跟他还，花多不了多少钱，一做通哦，家庭老天爷给他帮助，还是得哦。人家在通过讲到哦，心情三年中疫苗最好，对不对？一个疫苗应该叫好啊，不经大爆期，伊拉做了大爆发，不然不惊人嘛。惊到一条皮，皮啊就变成条皮。有问题，惊到皮，一看就坐着车来来往往，不过伊心内愈来愈空，伊感觉人生无任何意义，我做这个决定，干那就嘣，跳了单机飞。这家伙发现问题，做那心态又不乖，现在是小人告诉。你这个告诉我们，小人物去多点，今年的时候一些餐饮业有靠的东西，你都会看到你面对呢。好、哦，那一般人面对方式有啥种？啊、哦，情绪发泄。你看你妈妈在那跟他亲你，你情绪靠不靠？要不然嘛，该修呢，你懂这种情绪发泄。A 的到处怕冷啊，嘛是用情绪的发泄，啊，然后我再去飙升。嘛，你用情绪的发泄，那他的情绪的发泄，他在蒙各位举手，你也像不化的，你也张猛的，你也铁啊，那么高，天天来的嘛，就解决红旗在统一发泄情绪，然后看到我不舒服的，那我每天发泄情绪，关键你讲的阿文美的女人，那你不要生气，哎，干爹。啊，有人啊，这痛过了，我等下来就痛过了，你要报恩啊！哎，我在讲回去，报恩要不要我打报恩？打报恩，我打报恩下来，我有后悔，他有，所有痛苦都忘记，对不对？哎，好，告诉下来，伊那啥人在讲报恩，哪能讲心就能讲，我们最心的了，他们也是痛过了，也还是讲一下，我继续了。就不像我们看的心情，但如果我们年纪干嘛的也靠不靠？他都不叫了，大哥，你你在家打电话的，你可以做报告啊，就来问一下，你们要痛苦，他不要喊，他就困难就困难就困，困你才真困难的困。前一小时中是中北的，是那种四岁的，已经就是做报告，唔够的话就带话就痛苦，伊就两困哈，暂时。哦，这个痛苦的话是你的心理上的，这种逃避的心情，那干嘛讲？干嘛都痛苦了一回？啊，这痛苦了一，这是要改变，我暂时忘记，更不叫嘛。你痛苦了一来马上，你那是困难了，再难变成困难了。那再说我这经验嘛，我老领导在笑脸的讲啊，在谈男朋友分手，我都送到了马上。警察一报，跟我说：“我给你老王算，我妈你完了啊！你有事找人去，啊啊！让你聊事的话，他们叫你干嘛报？啊，你老老的，
是我的经理，那有心情够满意啊。哦，哎，你老老塞哦，你那里老老塞，我现在够高，够两百块两米嘛，还是个老老塞，触景生情，对不对？哎，老老塞，你能够有钱吗？啊，我们这边服务大家，应对的方式，你才会应对。为了还是走讲也看到有通过啊，五个事情我完全看到这些游客的问题，我讲啊啊，上吊，这种个进化的动物都有应对要求啊，都是专门给咱的动物较减少。唔过咱去做动物，我讲去情绪发泄，会造成别人的伤害，或者造成别人的伤害。那你麻醉自己，那是造成咱的伤害；当你的苦不理解，那是造成咱伤害。心情愉快，然后做好起来嘛，有一种种病，然后要控制也嘛，跟你讲，那就控制也了嘛。而且这个人一定变成一种由心理疾病变成强迫性的行为，摸索为上。哦，啊，这个是因采取所谓不当的病毒的风险而造成的结果。你们真正带过来的优酷的问题哈，我们下一页。他们要把以前的我们进到了黄青，你不管利益理由，今晚全部都到黄青了哈。他们要把假设就准备去当到他松的，按就菜跟他通过，八点钟在八点钟跟他通过，点钟八点钟跟他们通过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概念，你要靠污染污染中，就是忧苦日盛。那我解决了忧苦的根源啊，每一次的情境在发生的时候，那你就忧苦当中的污染污染中，讲讲那个话，它变成三块了，就变成自我形象活动，这样就自我形象。我想象的我是什么款的啦？比如我他妈我是做温馨的啦，我做漂亮的啦，我是做爱心的啦，我是做活动啦，我是变成一个大心，还是变成一个朴素？那我要想这个东西，那想这个东西就是自我形象。那既然你来做文章做对位了，那这个自我形象它明显的啦。啊，你哪个主持的啦？你未来茫茫的啦啊！你都没想过你哪个明显的？那个我呀，你老在外来捞网站。我这个我啊，你讲起来什么淡化？你讲起来模糊的观念，那叫做自我形象活动。另外一种人是做规模型啊，他才完美主义，因为当伊心情愈扩张，愈扩张的感情拢化作病，化作的感情那么完美，讲白了叫做完美主义啊。所以他这样啊，我用化美观，偏偏他这种完美主义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一种心理性的疾病。你有看到你愈来愈规模啊，啊愈来有感情啊，我可以是在跟做规模艺术的，讲白拍下其他。其实你这个心思啊，你去搞没养成，你也爱请一个人讲，我就是你做饭，你来做饭，你做饭，我辛苦一个人讲。不过你来做的时候，你干嘛听你辛苦这种心情不稳的啦？你跟你讲过，懂了，可能你是唔敢的啊。第三就是情绪上，那心情的外面的伤害，咱家己伤害不啦？好，因为愈来愈可能会伤害你不啦？第四叫自卑感严重。当你腰部愈来愈严重时，你就感觉我那是做菜呀，我那是这么坏呀，你愈来愈多自卑，然后你也做到会自卑。那碰到这种事情了，你自卑心也出来，你也马上准备退缩。你不是不行，虽然我说我是胸胸做问题，我心怀中人问题就是发心啊。好，但是你心怀中我做了，苦做麻烦回来，还是接住我做个伤害的话就是，安尼到后来动。就是精神崩溃，像忧郁症哈，就心情不对的话是，我们这种病是怎么样的？其实这种病在于，这种病是天下哈，你在心理上病，其实刚刚我跟他讲的是天下，这是咱的精神破病的呢。那我们刚刚这个课的地方不一样。咱就是药啊，咱治疗方式对啦，咱就健康啊，对不对？比如我做感冒，我可能一般都会感冒，对啊，这个感冒三到五三个月安尼，对不对？那你健康啊，好了，那就是三到感冒了。那这个感冒，如果你中了，为了感冒啊，那个安那个对的，咱不有安尼对的，那个不要紧啊。没
师我们去笑了哈。其实咱是做白的，咱做行做良心，叫做歇斯底里行为。哎，那你还憋住，你不要发怒，那么憋，就那么憋呢？不要伤害人家，不要伤害别人。啊，其实这个人并不一定去伤害别人，伊只是咧发泄的情绪而已。好，你若找着方式，找着其他方式哈，伊就会发泄，因为伊拢有问题解决，伊就会无正常。所以你在这个家庭小孩已经做回了安慰不过特别人做回了腰骨的那是没办法那说来就是这个后东西好但是每天啊他比较好那才办法有多所谓的腰骨、哦、所以这个人不过我说那样到位那还看过有过的地方每天他两张啊去过比较要那么好我靠那就所以他的话他比较没有有过因为我进来过啊有课的地方叫做公平搭配，什么叫公平呢？啊、哦，但是公平这里在想，为什么他妈快乐，或他妈痛苦？你看你们标准，我跟你讲，我们上台后面哈，肯定我他妈是快乐。我平常去跟男朋友吵架在分手啊，啊，女朋友吵架在分手啊，我后面上台后面，我他妈是快乐。为什么现在只能够算九十五分？心里赶快从一切最低一点点。咱的心情都快乐，今天这个心情都悲伤。所以你观点就是你越去卡拉 OK 越丢越严重，对不对？是你那个心境，啊，那个时候你这个心境会产生苦啊、乐啊、哦、乐啊，因为咱每一个人的习气在那变化。比如我讲，讲那个最近的代志啊，我最近因为吃了啥好不好，反正吃到好，然后喜欢你的饭，对不对？啊，到底我给他吃掉了，不然没打草。我看回来，我做什么工？你回来不讲大话，我给他我俩大话，好吧？有点习气都改，所以要产生不快乐的办法。第一种要被打发，被我妈太紧张了，给他一枪，枪打了以后，被打破，看你怎么好，我是很快乐，很快乐。我被打破，看你能怎么样吗？嗯。哦，刚刚啊，啊，这都好，我这个来啊，都好，哎，我非常乖，我这里听，啊，这对我非常鼓励的，你们感觉快乐，可以吗？哈，好好有意思嘛，大家慢慢表达咯。但是哪方面的事情，咱们非常乖，啊，大家的方便，咱们的事情，咱们非常乖，赶快的时候，那就快乐，啊，不赶快，那就痛苦。如果是标准，咱在心上就标准，高低。我刚刚吃冰淇淋就快乐了，我顶不了，我就刚刚吃冰淇淋就快乐了，是不是？你他妈干不到我，还吃冰淇淋，这根本就不好吃，不好玩。好，我还行啊，他们在上班说正当说快乐吧，这是明显非常关注的关系啊。所以，那两样快乐，但是你扣了完就是因为那些习性，你刚刚就非常关注，那去找我，那最后那个习性带发。那么你还要回到上面提高的时候那么人家打发的话我就可以快乐那么这个事情那么刚打回头啦我是刚打回头我就刚刚就给好玩的做痛苦有那么这种痛苦你以为怎么多对不对好这个事情的问题那么我们那个事情的第二种概念那么痛苦的问题呢如何如何给你那么多下一句回来还给他关好回来的事情对他关所谓的东西也干关然后是不是干关就是说缓他说平安好平安说平安回路说干关心力说干关你这种其实我在华的华的就跟他讲主干啊他、啊、上面华跟他讲我都干关都是你要来上面赢干就是会赢干上面靠人家几百赢干但是来说商量我干关都赢干上面应该那么快，看着快乐，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事情，咱就为了那个标准，消费那个东西，就单关的时阵哈，咱们找到快乐，已经就困难。第二，哪来的为了那个事情，消费短视经历？三对短视经历，两者关关都快乐。我比如我这快乐不要，到底是通过啊，消费的花钱钱去，但那么去输个钱，不要短视快乐，我跟你大爷对你们啦。对吧？快痛苦了，给他就回回来，快要就不到别的人痛苦，长痛苦，长心凉，这快乐是什么？一种就有，就有
就叫做台湾。一跨换是这样，一定要有法啊，不叫做小路。中华一跨还是要有心，要不然哎呀，五千万大人别大动作，华丽的办法。对对对，那干嘛要求？你这跨年，你这笑的脸上面，你是怎样？你想这个高科技的话，你想切换玩意，那个万年不变。那万年不变，当然不能要去哦。你就让他随便过年哈，你就看不看？你的青春到哪里去干活啊？你干活我不会注意啊，那还随意过年去哟。五哥五月生呢，因此啊，所以那就有个管事心。然后最终那里画画把它变成了，家里可以讲起的快乐，就是那里来扣扣的因果。所以下一个，家里的话，你下面发生的事情，他们可以讲过来。五相月开始重视感官，这样重视管事经历，他去年不一定他喜欢他心，那那你们快乐点，你们打开五季节的，那你当官啥不官？请让你们快乐的表现所谓好事，管事经历，那对你们是端着的快乐，你是细然的快乐，你是意外的快乐，真快乐，你快乐在哪里呢？在那个地方在什么？很多现在很大的地方在。我跟老公说你要往前买你买你不想要好我说你要先让我们的后头通常不要要给他哥给他哥给他哥不摔了你应该他切得不来吗你应该他到时候他不会他用他不用啊你应该他的哥你别开开你哪个我摔了如果你不要我再给你要他的哥摔啊我怕他不别了啦我先灭掉一点啊！啊，你们比的低一点啊，现在比的低一点啊。做这个工作啊，先天的多一点，因为当一点钱不高，一点的，当你到不了，当不到不了，当顶上不了，那我现在顶上不了，顶上我们买来的钱来的。一面坐到你就在上当上下吼，在上当。啊，你只能画些个新的想法下去啊。现在今年的那种都没嘛，你难怪你这样子做事的，你难怪你干啥去？第二个难怪，不管在哪里，谁会先来差点子？我也来差点点着，给不怕，给不怕点着，给个一二个三八一八九一八点着，你如果有点的嘛，请立马来哦，把书包收那什么场地，我刚刚没事。我把账号打开上了，我把它打了好了，我把它扣了钱。偏偏呢，一马机叫我们的八点，叫我们的八点钟，我要你来了，我要扣怎样？一个已经没完了哈，已经在五个人这里了，这五千多两秒啊！你看刚刚开始的多久呢？从海带来这里啊，干的太太烂了，这个话我买单，我买单挣的钱，对不对？这个他比他一个都跑不掉了，那么更加大家一个都全掏了钱，然后啊，一家伙都比较了，还有我这个领导，像你九八的，我一出去我十几拢出我掏了钱，掏了掏，掏了掏，老师我发现啊，每年都要花两千，我花几年你看两千四哦，哎，你看我这个股票能买到多少咯？还有个工资呢，你基本最小你就刚刚花两万块就用完了，所以。其中吃哦，送快送，一点是走嘛。那个都不能拿，你把钱给了，一点都没嘛。给你的礼物拿银子，一点都没去偷，一点都没偷的。你哪家的亲戚给你礼来礼貌的，一点是没礼貌，就没礼貌。我就告诉我，你们家里都是修的，哪家都修的。哎，别说他了，那你说他，我现在是谁为主的？要求娃娃回来，你两个比如说你正常工作，你两个有八点啊，你一两个人都带他们。当然是谁良心啊？他们公开好谁啊？你来你东西啊，你不会睡在那可以，不可以。那他妈的修，我你说我心里啊，我没睡的。你叫你叫我来瞧，你不晓得菩萨观音哪件的形象无名啊？你他妈的心里啊，我不会睡的。就是会比如比如的嘛，我阿恁爹阿恁老人哈，咱在刚刚苦苦的努力啊，人家把咱给撑开，对，咱太过了，老苦，我们在撑开，啊，就是讲
咱挑伊，就是讲咱咧困难的嘛。然后咱对咱细汉，咱就看到辛苦，另外淘汰啊。啊，咱这社长啊，社委会老师啊，咱回来出去做底下来，做底下来，做啥？你到底要做啥？管理，咱这些定的因嘛。这个哪方面？咱依然有出问题。第一关就是讲，咱知识咱做啥物会？为什么知识咱叫有靠？但是因为咱精神做了，我们咱就来解这个因果啊。万年不变，偏差，因为因果走在后面，造成咱这世人的万啊。所以不公平的因为灭坏不明情理，不明情理，就是因为咱咱做出来因为的公平啊，无正常无运动因为，其实是自我的问题。因为咱首先要自我因为，咱就走在后面，因为后面咱是信任还是相互？其实这观念已经信任。这是他讲的，这点是他们不想让他修复了。我希望你们根本把他痛后，那种感觉想，我拿这个手机给你，我一旦能再给他给，给别人带到五十，他的观念不健康，但做这个八小时，那容易害的，容易什么，俺没靠他顶管，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你相关嘛，他妈我叫你不靠，我不靠，根本还没有，让他开心、欢心、主观，这是安利协议的，他有做服务理。啊，或者错误的误会，是讲咱自己做出来误会，错误变来讲，这是错误的误会，好来起码在你痛苦啊。好，所以那反正我最关键的是说，咱来想，咱来跑，咱来变来讲做关键。去年冬天那么热，就是做一个发言，一米来的我跟你看啊，三米重来的，黄铁都吹。也就是分钟一过，我想那广告有从广告不离开一过，我就控制一下。二个两杯，而且这个新疆的广告现在就是没广告的意义了。一八八七年标嘛，这五几个经济大的经济，这个经济啊，啊不能看的，广告现在就不能看，而且它就丢了一次这个年度，我就不好说，好不好？啊，二年之后就为了嘛，那品质就嘛，我们也要写出点的好不好？因为今天你是你也是不管的，二姐是好事的呀，你看你的好事的压力来上，也就是非常你控制的。好，这个是经济，啊，那还很实用的，还有管教的概念，那个批清懂的东西，那有管教方案，我甚至也了解无名的作水，就把你的经济准备那里就作水，那变成默默的情况，我再来给你做一个办法。对花的妈妈妈妈就五毛，后来他会买个五元花的，我买三块钱的经济嘛。但老板娘我买了八十五块的钱出来，什么呀？他的干干亏的，干干干。那这个经济也就有对，我靠，我真喜欢你呀！你不拿到你的税收呀？一块的话，我干嘛之后买这个五毛啊？我五毛的经济就拿来作祟了，我跟他办，我瞬间他干上去了，等于。也不晓得有没啊，这时候这个单位你花出去了啊，这个两块钱的比例小心看看可以做我也忙着两块钱忙着拿给我王杰啊，王杰还会求他给我给他给他你自己会攀过的我会放在他房间上回家都会烧伤他啊，你们都可以吗等你买一啥你就不摸了这种的就很危险就你来给他自己你哪个干净的对你就应该是干净的我快乐的日子过你买菜哦你敢呢你不敢你你不敢不摸不要叨叨然后把你吃了吧然后你开始骂上海有没有上海有不摸啊你哪会低温苦啊其实你的船要帮把握的飞好吧这个作祟的业主是作祟他们那也是一种方法用品那你取代炸但哪会低温炸这些你家其实好但医药啊但你没有污染之救但你包括污染之救啊不然后啊不然后控制一点我有两条这个电子来我控制一下来还没那么难那当然还是电子的血膜你要赶快离开你的情绪你跟你们都没有他的另外股票就已经炸了他那边你两个在里面有个人你们将近买血膜有没有所以血膜跟刚刚那个股票运气啊一点没问题的运气啊那跟走来跟你不哎这个和平这个两个和平我刚开始
娘妈慢点，来，咱来散步，来去走啦。暂时甲伊带离开，一个互伊休眠的空间环境。啊，呀，搬到这个房内，继续敷面，去延时安作祟，也继续为你做饭。哦，这是行为一种经营的那些人来做。啊，这是这条路下面。各位，咱要搬入眠，哦，咱的做老行为，哦，咱有苦了，啊，咱来解决。哎。为什么我们无语？为什么我们做这个行为，我们会有偏差？但我们无语，我们做这个偏差有，我们有什么问题？但是它是开关。好，这段的情况要给人建立的。我们无语，它是舍得。我们心啊，如果你会到无求，如果你会到舍得，你会看到我们的欲望如果越轻，我们问题如果越轻，但是心会看到如果越轻的。好、哦，它变成轻量力，二维啊，欲望高涨、波谷高涨的时候，它才会被燃烧，变成火掌，有没有？要把火焰化成红焰，化成轻量力，功夫要往自己下。那我们要先从我们的价值观、行为这开始，你那个变强观起来，来这开始啊，怎样哦？我来无求，我来舍得，你一化就是魔爪呢，因为它上升经典，对不对？已经是百十万分烟点，那五年有历史章，进三零一，进三零二。好、哦，你哪家这个烟点的北京金融，比如说你这个个环，好、哦，但是因为它很灾，所以呢，这个做回国做的烟点，这做回来放不出来。好、哦，所以请你给我放部分啊，匠心稍微不点金条起来，为欲某心，因为他的心已经炸的想进他的想进进的部分，但你变回去。那那话，这世间繁华一切，嗯，然后毕竟那边活要快要腐烂，但不能是心境来比较。当然，我们在心境的追求，追求外观上的快乐，追求外表上的快乐，其实咱无用，你就是快乐。好，既有梦想，即件啊执行，即件啊执行，即就反问，你都开始这个梦想，所以咱就要重视哈，这样啊。爱听到啊，会去探究啊，靠你啊，叫做着万物，要去执着外在的东西，既着万物提升贪求，因为你想的是你的求欲、求有、贪求之后啊，求大就好，啊求不大就求不得苦，对不对？苦求不得苦就是空空烦恼妄想的一串贪着，提升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丢苦生心变造作。当我们忧苦不断的缠绕我们的身心的时候，挖苦我们一切一切行为一切开悟，挖苦你这么苦，挖苦我这么多心，挖你这样苦，你必须要分开，等于挖苦把利益伤害别人，最后导致着怒，那看没有去想开呀，那看没有去发泄，所以要把你反制回来，情绪把它一团，那个团来团去消散出来，有没有利益干嘛滚？那你怎么滚？你看你另外两个人的眼球，你两者就反很快，对你的减分一下爱好，也要有回应。对你的来讲，减分一下爱好的抚摸爱。那个动作为其实，那个双方就是基础嘛，哈、啊。爱好心就是回应抚摸嘛。哦，这两个点不合心嘛，那就叫变形了哈。爱好心就是忌惮挑不同。啊、不列这矿啊，会这样子啊，喜欢说单单就困难，这以后水准哈，就会发生的问题。啊，前面有个喜欢保持，抱着一张高台上的感觉，我们把它给看开了，轻移出去，不少前面的都会犯这个问题。但因为这样子的结果互相伤害，你姐出学者都不喜欢前辈者来归嘛，来磕着，你姐前辈者都不希望我们的后果怎么样。只会听而不会付出的，所以那老师的观念，与人对待之中，那个越来越会产生错误的对待跟行为，安尼两派两派的互相，那伤害才不会所谓的着怒这种事情。啊，那老师的定义，那个点啊，着怒，因为有着怒啊，情绪完全是乱的。那对待对待不怀坏坏了，啊，那对待坏了，那个属于生命的发生。我会信那个老药，我可以做了几次模拟，会不会完成啊？你听讲到，因为老板本来一个人一个
爱爱党爱山，我是完全作数的，因为伊阿无新闻钱，伊就压力就大来头咯。啊，唔当来头钱就冤家，讲你新闻你爱唔好，我爱做啊，我要来嘛。因头尾两边偏偏阿唔好，我作数的，甚至我分那啥分老板对阿公，不管我阿公是，对阿对阿，我阿对阿公欢喜。但是当你不得收入的时候哦，伊唔当空过钱，所以晒阿公是。手最重要嘛，比较有流浪生，每四胜六败五输，所以五个方法呀。其他呢，那你可以让对方不到平常的人好，把公司部门的排名要求，那你可以设置重大的任务。二阶任务，这两条有可有让我要分清楚，给你分清楚。有可有让我来设计的都有，所以今天把人包括一个任务不可嘛。这个喜怒哀乐位置啊，位置重，发而最重的位置，还达到小还达到，好看呀，那就小上班，小还还会重，好，这是当然主客人，当然我后面那个长城湖外有新增长，但是几个另外就是，但是会避免，下一页，啊，去买了哈，已经做了，你去买了也有了，中国。作为勉强做做背后，以及他处罚他这种小的罪过，我在高中班这个大学那种那些主管，他只有一万把门看的，想逃脱，一万把门想逃脱的，修平一万把门修平的，我们快出去了，按个百步，有时来打百步，有时来打百步，啊，你光干毛鱼，我晚上有时候光干毛鱼，我俩他们比较无奈。你看，不能公安，他们要把，你说扛不住公安，哎，算了，你想到没有？我在牛啊，我把中年的公安那边啊，所以想尽办法想几代万年公安，把你扛住，哎，他们追求在外在的名誉利益，我有尊严啊，我看重感情啊，去救救救，以你安尼好的对他尊严，也干嘛安尼的让代万年有可能？你当时做了什么痛苦吗？看这个人有什么痛苦吗？这说明了什么痛苦吗？你不能努力你就会做不了，另外你就会过啊，另外你就会放假，你就会痛苦。反正你就是做的钱，你就做了得意，好的，你怎么痛苦？相对的痛苦并没有并没有这样离开你的身上。所以我要解决真正的忧苦，不是从这个地方来。但是你要谁要给政治的方向，那他就叫民主之路，你还还有没有抗议？但是说的一切，你到你的高官那以后，那你已经追逐寡票、寡三的主席当年，所以如此才能够更好。不知道要一场高官二零几年出现，当然如果你高官情况到了，记者看这个人在干嘛？那什么啥意义？我想想，我做这个方向呢，我做平安哦。黑白无常来打高人，高高一点一样，虽然闹出一个大不温柔的境地，请听我有那个做做的拍打，必然还有一个责任拍打有那种，那些领导说，请大家变到我们一天，那属可嘛？你做口罩，做那个无常哦，请听大家听我有那个我在山东办公室，我们跟你带路走，这个姐姐在龙山哈，下一位。我已到马路到这个方向，啊，阿边阿板，这些小国人刚刚说，会做嘴一空的，阿边阿板，你要追求到精神上得到疏解，希望宁静跟安详，都足够的啊，足够的。好，阿边阿板，对，你要追求到这个宁静跟安详，相信，那边寻求身心的安乐，就要做到无求跟舍得，台湾台湾好久动了。再提醒，阿弥陀佛呢？请看下一页，上面这个无求啊，你爱心英雄，爱心这里有基本交管的，哎，那来报告报告，你这里先看输了的刘太尊，你跟这些人相对太尊啊，龙城哎，他妈是国安龙城吗？他妈是外龙城吗？他第一请来相对，你看那输的在你这吗？那你要看这个钱吗？你要想看这个钱，你
咱需要大家的资金。今天你想三千块万没借，二千块万没借，对不对？八千块这种贷款，如果说这个利息有点，怎么三千块呢？为什么要求咱做多少倍的三亿呢？是因为是增加三千块了，多少倍的三亿，咱就增加那么多块呢？那是按那利息怎么处理？比如是哈，包括科大公司的进步，对我的自然贷款的有个问题。所以，那咱们怎样治疗呢？那就是一生就有这个能力啊。第一块呢，那个时候能调的、该调的，我们才要。我跟你我就去谈，我跟你谈，我跟你谈，我就谈，我笑什么？你知道吗？叫做痴人说梦话。跟你要想好，我就想好这个月的修理修，想好未来该干何用？明白？好，凡是那些不如要不答应的，我们绝对不要。有一个啊，这个不义不解贵哈，与我无不义，这叫不古难亲。不义哈，要人家动动那不义，那呢？我有一直说，这是咱们现在在提倡的。咱对这债主不义，咱要去一个管理。但是应该在咱这个人的地方，咱的心安住一点。那你那个咱不应该一点，阿弥陀佛，那是三重这个人的一个，然后才会来管理，再给他问，尊重。所以从这个意义来看，这个意义啊，很重要。给他动动那不义。懂了吧？我这个客人就从华大面对华姐，给个大人来劝别开心的会啊。所以这管他行不会的，所以这种不会主义，从咱那父母有这个下心，爱想让咱去谈心，也去奢求。不仅仅对母亲哦，你做了心理上的感触，就是嘛，干嘛呢？我是不要说从咱那给咱的亲爹，他是多少岁呢？那价格，就是啊，你看那高速公路上弯，弯的里都没上弯的，都已经很多了。后来改到我们这边都要上弯了，它的那个老规矩，符合那些标准，你比较不容易那么痛。但那我刚改完，你妈妈改我回来，然后开始我来改，那边右手，它的在叫做能调。你来改高速，那个时候改高速，这个叫能调吗？还不能调嘛，你还没有这个实力。所以这个管道请建立，不要妄想的太多。如果我们的标准的话，那你标准学会好管，那等到那这个位置得不到，但得不到呢，产生了愤愤不平，那你心生怨恨啊，就会有这种的拆迁的啊。啊，所以哪让多主，让知足啊，知足，安尼必须在说，所有的贪污奢侈，所有的知足，爱公知足。爱很长的，给你一点，不要给他给嘛，你看不要痛苦，你痛苦话就要怎么办嘛？老子让你完全无求，你不会就是及格嘛？他那两个有痛苦指数吗？啊，你这个所有的因素，你是对咱个人的人生目标零分，而是我们对优等情绪的奢求零分，对我们的欲望奢求零分。我有没办法做到那么多欲望，应该说没有不大的欲望，或者当我一奢求不大的物质享受，不大的多种情绪，那最终那么多呢，那么的痛苦啊，这个叫无取。因为知足，所以多的时候也能够足，少的时候也能够足，没有也可以足，那就定下来了。或者你对待这个母亲什么妈妈病啊，我买一个对讲机，看不了妈妈病啊，买一个对讲机都没有。啊，我本来我蛮久了，我那就变改三了哈，对不对？我后来哈，看咱们做到哈，想来做到多有福，少也有福，没有到处很难的哈。但是至少要尽量努力做。当我们提到这个那个观念，当如来如来呢，那就特别高科哈。不是下一步，下一步我哪来一个无求？下一步，下一步。好，那你对待情绪，用我情绪来无求，无求的背后，咱与人相处要懂得和气。那么你要要不要？你还不安装吗？我有话不回来的话，你听。那来要不安装啊？那我可以的，情绪伤害。
所以咱俩得到和气，还有一个和好。就是你这个时代咧，拢受到很多压力，要过往那过往，所以两个人互相苛责，讲话充满着怀疑。这种怀疑苛责叫做虚实的互人愈来愈感觉痛苦安尼尔，咱的腰骨愈来愈多。所以其实是咱这个人性方面，咱这个社会，不是一直在咧咧怀疑，是咱其他人哈伤害苛责。咱应该爱的是啥？爱是点么爱？什么叫爱？讲人听来爽快的话。上面叫做鼓励，各位人做不难，啊，怎么我听来呢？积极认真去做，我觉得鼓励的话，我不敢叫他泄气，我要拿高人料来，或者振作起来。我刚刚说这个大事，我要拿认同，拿爱与料，我变成鼓励打拼，以及那个不用输掉的时间。南方人用爱与料高人，你推理，你怒骂规则，你先两个人靠上面纷争。那哪怕我上面纷争，两个人他的忧苦，他的情绪伤害，所以听懂了，那么过去的心态学，我过去不会处理，就是忧苦，刚刚那个想法，因为我苦，刚刚那边加回避，不敢面对。好，那也想起来了，那过去的他的压力受不了，所以两个人应该他就有看清，小个人他清，安住人，他的心的他年轻，他还小。好，这是和气很重要。哦，我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他是那个引导，他是引出爱敬党徽。我跟那个我做了一件，你看我，你做到敬党，他敬重的是四元徽。哦，你看我们传统党的，他就五元，一党爱的也是说，他为什么出来的点，他为了准备把他那个啥，他现在把那党他叫过来拿回什么干官，他就怎么了？我自己问他，他最多也是在旁坐，旁坐两对，他想得到，想不到他大意，那怕你算了就没公判，想不到一口气输小大一口气，还有没有办法？那给这么高分他还差吗？是不是啊？正常啊，何必拿你他差好？对，一回来就问我要一个，还是透过，透过他输的嘛？输的哪边买？啊，但是有办法来看他们，而且他们两个嘛，还参与外交的外来作秀，人家他们两个，也经常要出作秀，要输出拍摄，我们没事也一想起来有哪会破坏，家属搞进去，那这金应该想不拿这边的，我你看这种，我进拿了可以破坏，我心里他上班，我还不说进拿我不会行的，他破坏的破坏不行的吗？这个是给这个神明啊，听了十万个，帮他，你怕坏掉了，怎么来看这个书？你要套牢这个，这个书不讲的，他说我竟然会有的，我竟然会有的，我说我竟然会有的，我竟然会有的，我才会竟然。好，所以这里就把有的坏了，听我的，你让他说我定了，我是这么讲，你有的坏了，我吗？我是这个男人，你们在当修妹吗？答案那是不卖的。好、哦，看你们这个描述，我的心情不安的有没有？去年你们我们几个，我们怎么了？我当年进单位，原来他最后也不能快了。你们的男的，你的心里面那，因为这是个开口，你花到那钱快乐，花到快乐变成那个心境，不是我今年单位输赚钱啊，所以有没有？咱是不是咱的时候有必要发展回去？那你们有没有回去来就无限现在的一些单？好，来到安呢？咱的母女，咱的姐，看没？